小香姐姐啊，他坐下再上一架架，多好三个表演呢，是不是秋香姐姐？我那是不是倒一卡？唔知秋香姐姐，我怎么看得知个呀？对啦，对啦，是真的啦，啊，全部头都有唱歌啦，真的无啦，你好，是啊是啊，你无啦，我无你念英语啦，你念英语啦，你念英语啦，我要跟你三个表演啦，哦，恁当家难过。秋香姐姐，秋香姐姐，安哥哥，卖怪你呐！哎呀，奇怪，我叫伊三个表演一下，伊讲有需要就凊彩激动嘛。因为哦，你气场就也要害啦。我场就也要害。无唔对，伫咱家哈，每一个人都有才艺表演。嗯，啊，就干那秋香你。无。什么？你意思讲秋香恰恰？不在意，丢啦！他只会笑，什么都不会哦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以为这个年代女子无才便是德。安哥哥，很晚了，我要去睡觉了，要想我哦。现在现在，我忙了，我忙了。呀，咱这个秋香恰恰，伊在咱这个华府。无什么才艺，不过大家拢足介意的嘞，敢不是？笑死人啊哈！讲无才艺，还佫用迄个美色、迄个面膜啊，伫咧妖怪笑牙咯！啥物？什么笑牙？妖怪笑牙？对哇！哎呀，笑牙，无用的对手啊！既然是笑牙，想必一定是人中之龙啊！是是是，耳聋的聋。好啦，咱这个时间要来困啊，哈。换我。安哥哥晚安。小安安，爱一条，我明仔日困，你都爱去帮电话，你知影不？当然，我会去给你敲门。真的好，我等你来，上一个。哇！我来看。晚安。晚安。Me or not to be? That's the question. 人中之龙，耳聋的聋，切，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！哎呦，哎呦，我呢，好不容易会当跟阮秋香姐姐这么接近。但是社会要安怎，是让我家己母派了了，这个笔顺愈来是愈深咯。董碧好啊，董碧好，你这条头壳大得亲像地牢嘞。为着要接近心爱安娜达秋香，董碧好实行 A 计划进入华府，不过秋香却唔领情，对伊是不理不睬。听讲家己的对手竟然是花虎的少爷，到底这个强大的对手是生作是安怎三头六臂，会让秋香看不起这个小主动？精彩剧情是愈来愈趣味，后一回新东北号点秋香才演予你知。上星期，冰冰姐一行人来到莺歌圣天宫，跟关圣帝君求平安，受到庙方信众的热烈欢迎，让冰冰姐十分感动。而秀慧又借此机会跟帝君问事，圣君开示的字字句句，听的是秀慧感触良多，多年强忍在心中的委屈，变成两串眼泪流个不停。苏姐，我想要问我的那个事业。今日你今日你是个苦恼，大哈的今日你，今日你是个苦恼，大哈哈的今日你是个。地公说：“出来无这两位老菩萨了。”地公公啊，秋慧不晓得跑去哪里了。也有真多心内挫折，感觉讲你感觉你担不起啊？你感觉担不起？伊真老趁钱拢在担。啊！你今个日是个苦恼，大下日你今个日是个今个日。地公公，你心情不转换啊？他说你啊，走到哪边地公公都会很与其无奈搭搭这个家啊。地公公啊，幸运过得好。其实圣天宫里感人的事迹很多，请收看今天的你请客我买单，你请客我买单。注意在住，注意你家里有玻璃。
大娘过来轻松啊，卖个差，卖个差安尼，因为拄啊拢我讲我家己的，想要讲家己的。哎呀，伊嘛想要见着，哦，拜托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先你得好啊。诶，啊，咱这地公爷吼，是安怎个遮侪啊义工，啊，遮侪信众，那有啥物比较特殊的代志呢？因为咱关诶，圣灵宫关圣帝君哦，真灵感，伊对诶阴阳两界哦，都是有这大家拢知，拢知。因为咱台北市有文殊宫嘛，有落刑天宫嘛，北街有刑天宫嘛，啊，拢是共一尊嘛，都是帝君爷。啊，咱遮就近咧阴哥，大家拢来遮阴哥啊。有非常灵验的哦，我又是刺激，刺激，很神奇。那有一个牙科医师哦，他要说明他的这个神奇，他的感受到的，对对对，哪一位是牙医？哪一位？好，来，哇，太漂亮了，牙医哦。大家去到去啊，看到你吼，你拢唔免叫伊捶背，伊就能啊。当然哦，上好是免咯。我最近当礼拜最近啊，啊，就问下你是有啥物心情发生？因为我是以前我对这个投资方面无讲介绍，吼，最近出现出了一个真头疼，吼，然后小姐公司来拜访，然后就。一行两行三，一直拢我做顺势，然后伊是讲这，我这算是啥？对我讲做个歹势，伊讲伊不算个歹势，我讲，咱台湾人就是拜拜祭奠嘛，所以讲无啥物好歹势。你本来是想讲你是牙医，啊，非常的高水准的人，啊，我相信。那没安尼啦，那没安尼啦。我跟你讲，大家拢哦，看情形迷信哦。平常别人安尼成功卖迷信啊，对不？结果家己来咧拍牌时阵哦，放晴就讲，哈，我来变数造一个。好啊啦，哦，今仔要出门啊，那迷信我来看换一个。啊，无你都系要信这个，对不？大家卖选择性的信啊咧，嘿，那信仰在我们心里面，你认为 OK 就是对的。啊，所以意思你讲来这拜地公爷以后，一切拢顺利就对了。事业啊，家庭。哦，看到牙医师，我就搁想到一个故事。我一个真正有一个人去办喙齿啊，啊，慢慢的，啊，毋是啊，含迄个无，棉啊，含啊，行血无效嘛吼，啊，就问医生，啊，我这边，啊，医生，对吧？值班啦！啊，医生干嘛学他干嘛？不，医生我值班啦。哇！哎呦，听到我，哎呀，值班！哇，你两个就相拍啦。是啊。哎呦，安尼领就值班咯。对啊。哎呀，哎呀。哎，老三，你卖一摆出去搞梅花，伊讲啊有茶难叫哦，有茶难叫哦。喂，咱店家虽然是讲像地姑娘的面头前，伊会原谅咱。袂使打蒙语的安尼吼，感谢，多谢你来做见证，感谢。谢谢。哇，啊，刚刚那个牙医见证了，对不对？见证神迹的时候又有一个啦。他是他的身体啊，就是那个关圣帝君跟他医的。啊，没有。那个医生说他三天就回去要准备那个。哦，医生讲三天就会登去整啊，要叫伊登去准备。你说就会按。所以，我规张我叫你做。来，我以3月3号入去住院。啊，什么代志？你讲讲，我较知。伊都感冒差不多要整个月安尼啊，伊个病免疫系统在攻击病，什么格林巴利症候群，啊病规身躯拢瘫痪，安尼无力，连目睭都安尼揢落来，拢睁袂开嘛。住咧医院内底嘛。嘿。啊医生检查拢检查袂出来，啊阮规定兄弟姊妹来遮搭规安尼救，救互伊检查出病因安尼，啊伊下昼就开始就去换血，伊全身的血换四届安尼。无，阮即阵因去问，拢讲三工啊，有诶讲一礼拜安尼对个性。啊，阮是叫阮，因为我拢伫个病院，甲阮哥哥拢伫病院啊过，啊，我叫阮即阵妹妹来安问，伊讲对阮都无放弃，啊，恁要放弃啥物？嘿，伊讲叫阮袂使放弃，啊，阮都大家都足诚心安尼来求安尼，啊。伊嘛足帮助阮的，拢安尼样斗相共安尼。好心感动着咱的关情的，关正经，对关正经，护家好。哦，总共住40几工。我感觉你哪讲啊，像要做老目屎啊。我那边讲都就想要哭，因为。因为家己伫咧病院，伊伫病院都讲伊无可能会当转来啊。而且阮四个问佫讲，伊无可能会当好。
医生嘛讲无。医生讲，医生讲伊若好嘛未完全，结果医生转去拢安尼怪欢喜，若回诊哦，拢安尼也抱安尼也烂嘞，因为足烦。伊恢复到安尼，伊是这格林巴利症候群台湾上侪岁人哦，着年纪上大的人。啊，所以你即摆真欢喜的目屎，还是伤心的目屎。我若先讲着，我就欢喜的，欢喜的。烦恼一个啦。哎呀，哦，你当初规定拢做烦恼的。哦，我讲你嘛，老板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老板是？因为全部都烦恼。为什么呢？你是真艰苦啊，是真劳累。阮到后壁才知影，地公讲伊用伊的功德啊换转来的。因为阿爸袂记得看目镜，你要真笑。伊最感动是因为在阮到后壁讲，在阮用伊功德啊换转来，所以自费是应该是袂使。我到后壁帮了在阮都是一头野面，显胜，看出来什么型，原来是这个型。就老师，你拿铁子就管了。阿斌有一模一样吗？管了。实在是有够感恩啊！看到这么友好的家己，观象帝君当然是来收听莺歌圣天宫的故事，还有很多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有空来到莺歌时，不妨来圣天宫走走，和师姐聊聊天，谈谈心事，相信一切烦恼都可以暂时抛开。而今天的你请客我买单，我们要前进莺歌陶瓷老街做陶瓷 A 好康。